小羊吃。它好大。安格斯牛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我是小羊，我是被逼的。今天要来吃这家叫做蒙古红蒙古火锅，有没有吃过？没有，想去蒙古。我去过，可以先走了，吃过先走。我们今天来吃这家蒙古红呢，它就是蒙古火锅吃到饱。我刚才看它是单人的小火锅，哎，对啊，火锅吃到饱，哎，它就是火锅啊。觉得有没有点浅？然后还是蒙古，见识太少。菜单在这。你要去哪？肉品之类的哦，它可以选哦。你看那个香料感觉很多哎。啊，我想吃麻辣的。Oh my god！ 我刚看到以为是那个月底吃那个石头便当。他月底都只能吃石头，是不是？一日午餐只要550元，蒙古火锅吃到饱。哦，那可以哦。好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太辣了！你看它能吃有多少？哦，真的很多呢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十种香菇，请你把十种香菇的名字，正确名字讲出来。好，金针菇，好，香菇，比较长的香菇。我有很多麻辣锅，根本看不到它。有麻辣锅一定要有这个，有这个的话就是100分的麻辣锅。的锅锅，哇哦，白锅，很可怕。看哪里可怕？都是菜。哦，我们正要吃的时候，他竟然就上了一个很 over 的东西，因为颜色小羊吃。它好大，超大的。Oh my god！一颗才100块，好，你可以吸了。精华的贝贝在这里。一颗，很大。拜托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好吗？我跟你讲，到时候你就被酸民骂。好吃到珍珠哎！那我来喝看它白锅的汤。跟想象的不一样哎。是甜的哎。对啊，跟它闻到的味道是。我闻到是苦的。好好喝哦！我怎么觉得好像枸杞味很明显呢？就看它这个红锅好了。要这样吗？辣的。这个辣锅，这个辣锅。来，不要啦！你不知道吃便当吗？叫你喝汤，你怎么先吃了？好辣哦！真的吗？哈，那我不太敢喝一口，喝一口啦！是男人就喝下去，还可以啊，可以接受啦。好，很麻哦。你现在是怎样开始 holding 来了吗？对，然后有点烫到。这边就一定要试看他的麻辣锅。哦，我发现他们都超级重口味的，蛮咸的。哦，这种味道重到已经是可以不用再加任何的调味粉进去的，够味。然后我们来吃肉好了，吃肉。安格斯牛，超大片的吧？这里所有食材都要比脸大，像那个生蚝一样。孜然粉，就是他们说只要沾这个孜然粉就可以了，很够味，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蛮麻的，它有点凉凉的口感，很好吃。但是应该很多人没办法接受这个味道。其实蛮多人没办法接受那个孜然的味道，我还蛮能接受的。你试试看这块最大块的，超大个吃，而且它的肉不要煮太久，因为它非常的嫩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肉很沾，来，老谢试一个，孜然粉都沾爆哎，老谢一口都塞不了哎，我觉得很可以接受啊。我觉得刚刚沾太少了，我很重口味的，一定要沾爆。这个虾子是我们另外加价的，天使红虾，5只100块。我之前去蒙古的时候吃到的东西，真的都是这种口感的，是很多香料这种。就是有时候你会没办法接受那个味道，这个已经是台湾版有改良过了，就是还比较属于台湾的重口味。但是在蒙古那边是香料味重到就是，所以说麻辣锅一定要配这个莲藕。是看到哎，我煮给你吃，超好吃。你说它那么好干嘛？哦，干嘛给你？你吃了100分，真的吗？留一半给我，留一半给你，这么可怜，一口，留一口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刚刚夹的，我看到这个就觉得厉害，豆皮，他们竟然有这么漂亮的豆皮，它还有腐竹哎。牡蛎配麻辣锅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无法想象。没关系，给老谢吃。好，麻辣烫牡蛎来，递过来，麻辣烫牡蛎，你为什么闻一下？快吃啊！你哦，很烫，喝岩浆哎，如何？大家吗？
还是你觉得它比较适合油在白汤里面？我觉得跟这个好像，跟这一模一样。你这个还没吃掉哎、欸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热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把它丢进去里面煮。这真的是大金鱼。好啦，这次呢，小香介绍这个是木古红，然后它在桃园的内坜的火车站后方，就是可以来吃看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戴这帽子也蛮可爱的。来，刘海收好。我这皇帝帽啊，帝啊，皇帝不是都戴黄色的？那他也是皇帝啊，如果依你这个逻辑，太监。走出去就没有求生欲。你们可以来这边试试看他们汤头，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汤头啦。我刚刚还看到柿子，哎，就是他有蛋糕。对，等一下去看一下那个蛋糕柜。喜欢小香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可以抢答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它的水果有这个柿子，哎，我觉得柿子就蛮厉害的。乳酪蛋糕。对，我想要吃这个乳酪，来吃一下这乳酪跟巧克力，感觉也蛮不错。还有中华豆花，中华豆花跟那个爱，这是小朋友最爱的。紫玫瑰椒盐。焦糖，还有樱桃，摇滚黑森林，草莓，夏威夷果仁花生，巧克力，很多种哦。像这一柜就有七种。嗯，好吃。可是他们说这个还是他们招牌耶。这个才是招牌啊。啊，还有那个榴莲呐、啊。哦，对啊，我刚刚就看到这个榴莲的。好恐怖哦！不要。感觉你看，你看椰子。椰子、白玉、荔枝跟芒果。芒果烧沙吗？好。OK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甜点。它是给的蛮大方的，11种。吃完就记得一定要吃他们的冰淇淋，还有甜点。阿力开也喝。